哎，没有掉卡，快升级了。好了，30万了，来抽一个。好久不见啊，夏天，你认识啊？那个？那是谁？认识啊。哎，我要来抽了。哎，他这个是算是实抽的卡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，我还没有到三十万，我还没有达到三十万。我觉得 NBA 现在我不知道啊。我怎么知道？要他看他们可能阵容会变啊。应该是。是什么？封魔吗？干！中了！干！为什么？中了！我60抽都没有中。哎、欸，超扯的，一抽哎、欸。太神了、欸！一抽入魂，一抽入魂。路西法、啊，干我就没有这张啊！基本上是一抽入魂哎、欸，我这张没有，我干哎、欸、送的这张居然让我抽到了，我跟你讲，等一下聊天室就会一堆666，三加三等于多少？哎、欸，不解释啊，神抽！你会把天狗用掉？对了，太爽了！哎、欸，这比抽到封魔还爽哎、欸！对啊，比抽到封魔还爽哎、欸！太神了！哎、欸，运气超好的、欸，就跟你说你有运气吧、欸。没有，这不是六星，这是五星的，这是五星的。那没差，那五星六星没差啦。太爽了！哎、欸，太爽了！真正的一抽入魂、欸，而且这还是送的、欸，这还是送的、欸，这是送的、欸，哎。今天一圈是对你很好的、啊。好开心哦、喔！今天可以剪精华。哎、欸，这个可以剪，我要剪精华，这太扯了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今天值得了，真的，感谢各位在场的690位观众。